说的，更多更多的寻求。我们渴望有一个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渴慕，渴慕神今天不仅要得着你这个人，今天神的灵也要进到你的心里面，因为我们有一颗渴慕，因为我们有一颗更多的渴慕，更多的渴望我们的主，更多的需要主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当我们在唱这个歌的时候，就这么几个字成为你的祷告，说主啊，我要更多把自己献到你的面前，更多的来得着你这位又活又真的主。
是神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以赛亚书三十章说的，真的是我们要在安静的里面可以听到神对我们说的话，真在安静的里面可以重新得力，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是紧密的，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，可以听到神的心意，可以听到神的计划。就像这个里面说的，我要更多的寻求你，你必定是在安静的里面渴慕他。神今天就要大大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副歌提到说，我渴望坐在你的脚前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特别是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，绝对不是可以那个人可以代替你，绝对不是你的小组长可以代替你。你跟神的关系是你单单一个人的。纵然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这里敬拜主，你的敬拜还是你个人的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神喜悦我们用这个话说，主啊，我更多的寻求你，更深的寻见你，到灵里面的寻见你。 Amen。我们再用这个短短的几个字来跟我们的主说，主啊，我要寻求你。So
使得我们能够真体会神的爱，我们就容易融化在神的爱里面。因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神的爱是无可限量的，只要你跟他支取，神的爱就可以充满你，就可以融化你这个人，你就会充满感恩，充满喜乐，就想要把自己献祭在神的面前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们一同起立来，我们把我们的感恩感谢用喜乐的赞美来归给我们的主。阿们。喜欢这个诗歌里面提到的，照着我的本相，还有像什么，像小孩子一样的，小孩子就是那么单纯，你叫他开口他就开口，你叫他唱他就唱啊、哦！上帝最喜悦我们这样单纯的，单纯的把喜乐归给他，阿门。上到旧伤，一个旧恩。
都是你赏赐的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有一首歌我特别的喜欢，这首歌里面有提到敬拜，这首歌里面有提到渴慕，这首歌里面有提到他的经历，有提到他要献祭给主。这首歌里面我最喜欢他其中一点的意思，就是要你立志在神的面前，重新立志在神的面前。主，我渴慕更是你，祈灵你更深，祈灵你的荣耀和能力，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。求你的亮光和诚实，带我到你的圣山里的居所，唯有你是我追寻我心的向往，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。我渴慕更深的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。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带我到你的深山里的居所，唯有你是我最心我心里向往，一生一世我跟随到底。让我听懂，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，更深更深地爱你，更深更深地经历你，更深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不仅亲近我们的主，认识我们的主，敬拜我们的主，献祭给我们的主，我们渴望神得着我们这个人。但是这首诗歌里面 我特别喜欢他说的，听懂神的心跳，这就是以神的心意为心，熟悉神的每一个呼吸，就是让我们听懂神的计划。这个就是要我们重新立志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说主啊，我一生一世跟随你，我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让我这个人完全属于你的。是当我们在唱这个诗歌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感动，这诗歌里面所带领我们的感动，对我们的主来唱。哦主我渴慕更深的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，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眼光，一天一天更新我生命。Amen.
阳光和真实，爱我到底的深深秘密，据说唯有你是我最喜，你是我最喜，我心里向往，一生一世我跟随。让我听懂你心跳，让我听懂你心跳，熟悉你每一个呼吸，更深更深你爱你，更深更深你经历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我的心跟随你，让我听懂你的心跳，是我的心渴望与主同行，我渴望与主同行，这是你的祷告吗？是你的心中最大的渴望吗？在这个混乱不安的时代里面，什么是你心中最大的安稳？就是你明白神的心意，而且决定与神同行，这是不是你心中最大的渴望呢？主啊，我要跟随你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而且我选择来跟随你。让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真的回应神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跟神来这样祷告。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环境，你面对你的困难，面对什么样的挑战，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好像很多的不安被这些的环境干扰，好不好？再一次回到内心，告诉主说，主，我就是想要明白你的心意，我就是想要跟你同行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是主啊，真的，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明灯，主啊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主啊，我们主啊，在主啊这个大时代，是主啊，我们可以坚定我们的脚步，主啊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心，我们有一个选择，主啊，就是渴望，主啊，我们明白，我们摸到你的心意，主啊，我们被你的爱，主啊，被你对这个世代，主啊，你的心意触摸，主啊，我们渴望与你同行，主啊，好像以诺，主啊，与你同行一样，主啊，这也是我们的选择，主啊，我们要与你同行。可以更深更深的来经历你，主啊，好像你的心意，主啊，在我们的身上得着满足，得着满足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愿你的心，愿你的心触摸我们，主啊，是主啊，让我们体贴你的心，主啊，明白你，明白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
献上。主，我们渴望，主啊，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彰显。主，我们渴望与你同行。主啊，在这个黑暗的当中，主啊，如明光照耀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有你的心，有你对这个世代的怜悯。主啊，有你勇敢的心，面对各样的困难也不惧怕。主，赞美你，谢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早晨，我们。